来，我们谈豆姐。无啦，杜宪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以上是李龙宏议员、赖世仁议员、尤碧莲议员三人联合执行四十分钟，谢谢了。啊，接下来由张宏仁议员执行，他改为书面执行。啊，今天那交通局、地震局、那观光旅游局三个机关业务执行。到现在已经全部解释了。对议员针对各机关提出的各应变的、应该去宝贵的建议甲事项，请各机关应该重视啦吼，相关的事项去规定办理。而且林副市长，这三天的业务主持，你全程拜陪同，辛苦。大家辛苦吼，为着台中市未来发展甲建设吼，大家辛苦哦，谢谢。今天到此为止。哦，讲较大声。谢谢。